好，第二十四條，佢話咧喺個圖裏面咧，咁聽張 data 要嚟計嘅。咁呢個圖裏面咧，我見到個三角形啦，五、十、二、十三係佢邊長。咁呢個三角形一個好出名嘅三角形，出名在於佢一個直角三角形。直角應該對住最長嗰條邊，即係咧十三啦。咁當知道呢個係直角嘅話咧，咁我哋計 tangent theta 就好計啦，對邊 over 鄰邊五 over 十二，所以答案咧就係 A。